现在在收拾我的行李，明天就出发啦，听日就出发啦。 OK， 我去大苏买咗一啲呢个 large size 嘅，你放件衫入去咪咧？你嚟拎嚟碌碌碌碌碌，将佢啲气系咪？将它的气排出来，这样你就可以装很多衣服了。有一个 medium 的，一个 large， 两块多。然后这个是我的工具，我的 power bank， 我的 charger， 我的 travel adapter。然后这个是放那个disposable bandies。然后这个是放化妆品，放化妆品的这个整个这样的 bag。连这种是放那个放洗脸霜也可以，洗头水、洗脸霜。这个是在台塑买的，这个也是对。耶、yeah, ，我还有带这个 towel， 这个是在哪里买的 ？Miso 这个是叫 Miniso 买的，好像是3.9啊。Miniso 买的3.9，这样我就不用 hotel 的那个 towel 了。呢个喺 Miniso 可以买，系个毛巾嚟嘅毛巾，你唔使用 hotel 嘅毛巾。咁还有这种disposable panties， disposable 嘅底裤嗰啲，旅行用嘅底裤咯。啊，各大超市都有得买嘅，新加坡各大超市有得买。耶、yeah, ！我要出发了 ，Thank you。OK， 这个我已经装进去了，衣服已经装进去。它是这样开的，你看它这样啊。等我就把它这样对折，我就按它的气出来，这样按，这样对折了，就按到它的气，能把它的那个气给按出来了，按。哦，这个就出来了。给按了之后，我就把它锁紧。锁紧后，你看它就很薄，它全部粘在一起就很容易放，它就变成很小很小一个咯，薄下去，好好用哦。这个就可以去买，在台塑那边有的卖这个。Thank you。